不過大家都是香港人，你請洗場地大廈，歡迎我而家去買飲啲凍水嘅水俾呢啲㗎，我哋不如如果你係頸渴嘅，隨便嚟呢一度攞水，最重要係你哋安全，重要係你哋安全。 今日會睇中國，今日會睇大家都係香港人。遲啲攞水，遲啲今日可以，最重要香港人嚟嚟嘅安全，可以攞水，我哋攞。